大家好，我是凯旋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今天教大家画的是一只春节桃花。小朋友，快点来和老师一起画画吧。先画出两朵正面的桃花，每朵桃花有五片花瓣。画出侧面的桃花，把桃花的枝条画出来。在枝条的适当位置画几个花蕾，用粗线勾线笔加深一下有需要的地方。用粉红色的水彩笔涂花瓣和花蕾，
用黄色的水彩笔涂花蕊。用棕色的水彩笔涂桃花的枝条。这样就画好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画好了吗？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我吧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每一个视频了。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